向小巨蛋演出的音乐剧《马仙角百老汇》，由永和民权社区协会的爷奶们所带来的精彩表演，为台北龙华扶轮社发起有爱无爱，送爱心给韩氏及低收入户家庭的社区服务发展计划捐赠仪式暨成果展拉开序幕。龙华扶轮社发起的社区服务发展计划，民权社区发展协会是幕后的最大推动单位，透过经费赞助和志光商工、仁安基金会等团体发展出系列课程。在此我们感谢我们的协办社龙门社、龙凤社、龙兴社、龙来社，以及我们的友好社雅联社，也谢谢我们的社长亲自莅临。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姐妹社泰国的加拿大康姆社、马来西亚的关丹社、日本的宇都宫北社，谢谢你们的赞助和支持。这项计划主要援助对象是针对新北永和地区韩氏及低收入户家庭提供职能发展和自力更生的职能培训，除了弱势族群免费接受培训课程之外，民权社区发展协会亦能得到烘焙设备，发展出青民共创的斜杠工作坊，多了自力更生的创业机会。而这项计划也让人看到扶轮人的服务热情。其实身为总监，我以前没当总监真的不知道，今年当总监我不骗你，昨天晚上我跟所有前总监报告我这半年，我自己都很感动。因为每一个社所有的活动其实我几乎都亲自参与，只有几个是特别因为地区有活动我不能参加。我不是说我参与，而是我去到任何地方我都非常的感动，真的很感动。如果不是做总监，我不知道扶轮社有那么多那么有爱心的人，每天在各个角落里面做各个社会服务。社区服务发展计划能够顺利推动，民权社区表示，透过带入扶轮资源，可以长期和志光商工共同努力，一起营造新北永和的社区经济得以永续的发展，让爱永不间断。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